这呢幸福，我无怨，感情债永远嘛还袂完。阿伯，我无爱去学校，我要去找阿公。袂用的啦，你老阿公早讲你无去上课哦，伊会生气哦。我就想阿公，我要去找阿公。啊无，等你下课的时阵，阿伯再去接你，啊，咱再找阿公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行。阿仔，阿仔，阿仔。好好，阿伯，阿公哥哥是毋是无乖？星星，啊，你哪来问啊？阿公哥哥看起来足可怜，是毋是互你骂过？无啦，伊是咧想因阿公啦。哦。先生啊，啊，今即阵啊吼，恁就个搬转去大旧厝，啊，伊就较常去来看的呢。有啦。昨下我搁摸棉被，过予床被仔一夹嘞。即马天气吼，遮尔那冷着，啊恁一下搁有高血压，实在予人足烦恼的。啊，是讲床被仔已经有岁安尼，啊佫遐尔爱晒性地，哪有法度？啊，但即马恁一下吼搬转去恁隔壁迄间旧厝，啊我看恁的日子嘛足歹过哦。啊、是讲吼，大家拢知影个性啦，啊转着啊，哪有法度？甚物哪有法度？迄代志过安尼死不落吼，嘛毋是办法。你安尼讲嘛对嘞，好伊啊，拜托你倒想办法吼，想看有啥物办法，互初尾仔因归口罩转去团圆啦。啊，若无吼，莫互初尾仔每一个大家过年的心情拢拍歹。嗯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来去找嘉明啦。天生啊，啊无阿强麻烦你吼，甲带伊学校，啊我即摆来贵阳吼。哦，好啦。阿强来。麻烦你哦，我来去哦。好好好。高姐，初八仔这个用这招，搭受啊无效啦。你做歹讲的啊！啊，初八毕竟因爹结婚，唔是也唔是头一届啊。这摆头初八这个态度足硬呢。哎，听讲杨弟啊，这边的态度嘛大真硬呢，唔肯答应，迄个有影哈？有影啊。初八啊，因两爹囝平常时讲，哈，迄个性哦，啊，足坚持的啦。啊，足固执的啦！啊，即摆啥物人要赢要输哦，还阁唔知啦，有伊通啊看的啦。阿嫁啦！啊，即摆上班时间呢？啊，你无去上班，啊，踮在咧甲人开讲哦。啥物咧开讲？我咧分析这剧情啦。是啥物剧情啊？啊，就是初八仔即要逼英爹结婚啦，啊，搬去旧厝住即件代志啊。芳芳啊，啊，你是五家的管家，对这件代志哦，应该是上了解啊。请问一下哦，你看这边谁会赢？那这来看我咯，你看你，芳芳的，你敢有遐敖哟？那当然的咯，这哦就敢像是咧选举同款。啊，我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吼，看要徛什么人的台，什么人就赢啦。芳芳姨啊，啊你莫再臭屁。臭屁哦，嘛都爱有实力啦。我莫插你啦，我要来高阳啊。奇怪呢。啊，这碰碰哦，平常时都同爱提上的，啊，奈今仔日俺提无两句啊，就讲要赶去高雄啊。那意外判断无唔对哦，碰碰去高雄哦，一定去找家人啊。只要那家人来出面哦，安尼万事 OK 啊。老弟，我要早顿来还是吃呢？免的，我咧讲过，我不懂，因为去好好食面啊，免计步的。我决定。啊，你阿公袂计哦？到底要怎了？要计无咧？我白甲你讲遮啦，为着我早顿买来啊，要食毋食随你啊，我来上班。你就是良心的。我你讲对嘛开始哦，我逐工我若见着你的面哦，我连规金箍颈给你听，连甲你挡袂牢，连甲你死死讲，我气死有伊啊！是个左脚要创啊？切！啊，要吃早顿呐，奇怪！啊，我过呢，欧爷。哦，小佩啊！哎呦，食面咸就食较慢嘞，啊你食到遐香港，唔惊过时哦。我们不都要？也唔过拄只，我伫外口拄到恁娘弟啊，
啊，英爹，你甲我讲，伊买来物件，你不爱甲食。这我甲刁的，无咱刁伊，哪讲你要答应叫林嘉明的？唉，粗皮啊，时代无同啊啦。迄是较早迄个时代，唔只有讲是大人伫咧注意是细仔的分数，啊，即摆无人咧注意这啊啦。那恁你当初啥要逼恁大仔带伊嫌球啊？妈来真多嘞，费力我只要顾一口费力，我就是要逼恁弟哦，伊叫恁家明的。恁兄弟啊，对你万项代志拢足友好的啦，啊，伊都干那这项代志无要顺从你尔，你都莫安尼甲逼啊。我是叫我要逼伊啊。好，你一直甲逼，啊，伊若一定唔顺从你的意思，安尼你是有法度伊呢？伊歪死我，我笑话。较早哦，你咧逼恁英弟啊嫁予家凤的时，啊英弟啊嘛甲你讲伊无爱嫁伊，啊你嘛是讲要试予看，结果咧，即摆还阁好好活伫遮咧食物件。甲你屁事啊！别咧讲啊咧，切！回去安尼啦，若遐瘾死吼，莫食，甲等咧，放咧饿死。我到时要死啊！你管咯，我家己安排时间去死死的来，啊走咧！我干那都唔走，我要坐遮甲你看。我不要你看。喂，你要倒？我来帮你好过了，你倒。哼！这个粗皮啊，这世人个性就是安尼啦，就是为着安尼因娘弟啊吼，才袂放心做去嫁人。嘉明啊！碰伊哦！我拄只吼走去病院要去找你啦，啊，护士小姐讲你还未上班，我毋知拼来厝的，煞我后要喘气。碰伊，发生什么代志是？啊，就草皮仔脸上哦，爱看急诊啦。啥？急诊？草皮仔这个倒落去哦？唔是啦，啊，就草皮仔脸上哦，甲英弟啊结气啦，啊，气一了，伊遐嘛拢清悬起，遐嘛吐味呢。啊，草皮仔脸上张行李看看了后，再搬转去大姑厝啦。啊，强哭几暗啦，差要找阿公啦，规个拢天下大乱啊啦！啊，你死是毋是足严重的？爱看急诊啦。胖爷，那发生这款代志啦？啊，臭表姐甲英弟啊，到底是讲为着什么代志？我嘛是为着你啊！臭表姐上下人啊听你，你有够憨蛮的呢，英弟啊都拍袂着。唉，讲起来臭表姐上嘛足可怜的啦，为了这查某囝的婚事哦，操翻那人啊侪年。啊，今仔日哦，伊搁逼英弟啊嫁予你，两个爸仔囝哦，搁留遐尔啊无爽快。啊，若讲到英弟啊，这查某囝嘛足为难的呢。伊嘛烦恼讲，伊若嫁出了后，伊老爸哦无人甲照顾。嘉明，啊，你对英弟啊，敢有真心？那真心有啥路用啊？英弟啊，到即马嘛是还阁唔肯接受我。你若知英弟啊唔肯接受你，放伊。啊！你拄则毋是讲臭皮仔，有著要逼英弟仔甲我结婚，因爸仔囝闹到真无爽快，臭皮仔搁搬转去高树大。假使讲英弟仔，伊若肯接受我，今日就袂发生这个代志啊。宋嘉明啊，啊这件代志你嘛是事主呢，你袂用急点点啊，你爱赶紧跳出来瞧啦。是讲臭皮仔搬出去大，这样代志英弟仔应该怪我袂？英弟也袂怪你啦，啊，不过我会怪你啦。你若是我的囝，我早就叫你罚跪啊啦。嘉明，我拜托一下好无？赶紧把英弟也扳起来啦。迄结婚手指若是挂落去哦，天下就拢太平啊啦。小英哥啊，多谢你啦，为了我甲阮爸的代志，害你甲阿伯弟也无闲。不用是袂啦，只是恁爸爸一直坚持要住咧旧厝，住伫遐有影足无方便的。我嘛无法度，啊伊即马就是咧甲我争啊，我嘛唔知要哪只好。英弟，我问你，你对嘉明有啥物看法？嘉明伊做人是袂歹，甲我嘛像有话讲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原来有介意嘉明？我一直甲伊当作是好朋友。而且我嘛有甲阮爸讲过啊，上好我甲嘉明培养感情，莫一声就讲嫁出来代志。不过阮爸就是听袂入的，坚持爱我即阵就嫁予嘉明。恁爸爸的心情哦，我会当了解啦。啊，伊昨嘛有讲我听，其实做事大人拢是安尼啦，
拢希望家己的查某囝会当找到好的对象，过后半世人。尤其是伊年岁阁有啊，伊惊伊讲伊要过身进前，啊，若无法度看到你嫁人生囝，啊，伊会感觉足遗憾的，所以伊毋才希望你赶紧嫁予家平。英弟啊，谢哥啊，你遮坐啊，坐啦。啊，我来甲英弟啊，讲伊爸爸的代志啊。啊，是毋是阮初辈正啊伫旧厝遐惹什么麻烦，互恁阮爸咧无闲？无啦，恁爸透早就去海钓场啊。啊，恁初辈阿叔家己住伫咧旧厝，也无了什么代志啊。希望阮爸用个回心转意，赶紧搬倒来跟阮做伙住。兄弟啊，我看吼是较困难啦。初辈正啊心意吼足坚定的，除非是你阿唔家面决定要结婚。啊，若无要互伊搬倒吼，真困难。玲弟，你唔免烦恼啦，反正有阮爹，还佫有阮大兄，一定斗相共靠近你爸爸。小玲哥啊，多谢你。家翁啊，想袂到这个客户做人遐尼啊好啦，经过咱甲解说了吼，是写落甲咱签约啊啦。南哥，迄是你嘴水好，敖讲话。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啊对啦，家翁啊，台南遐有两个客数哦，我已经甲伊接过啊，约好明仔载要签约啦。到时阵你嘛要斗阵来去哦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啊，是讲南哥，迄合约我准备好好呢，拢传好势啊啦。好，哎，王好意，啊，你也来高雄？我来高雄哦，找恁大兄啦。我那兄是搁要做啥物代志，互恁遐尔操烦？听你的口气，你敢对恁大兄足不满的呢？论证讲起来吼，这件代志吼，那嘛是你掠出来。破风啊！啊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你直接讲明的，莫遐转弯抹角啊！好啦，到时甲恁讲啦。初辈阿二婶哦，搬出外口住啦。家宏啊，初辈阿二婶足找你的。伊今日吼，你搁用迄种少年的步数去追英弟啊啦，唔再逼英弟啊，爱赶紧嫁予家明，结果英弟也无答应。初辈阿二婶气一下吼，唔再搬转去住旧厝。啊，是讲碰风呀？这甲你也无啥物关系，你走来找家宏伊阿兄，无你是你家无姓啦。我是我家的管家呢，我啥物代志你嘛爱管，我当然嘛爱赶紧找家明出面咯，去靠近初辈阿二婶。初辈阿二婶遐尼啊疼家明。相信嘉明若出面甲讲吼，伊一定会听伊的话啦。啊，佫上重要吼，就是嘉明爱加油啦，赶紧哦，会当予英弟啊感动，啊，若英弟啊嫁予伊，安尼死代志就拢圆满啊。哼，哪会圆满哦？我这粒头壳，予你剁起出伊也济啦。喂，阿南啊，无你讲这甚物意思啊？你找嘉明，你明明在咧请鬼提药单啦。啊，英弟啊，毋是恁查某囝啦。啊，等伊要嫁唔嫁吼，拜托个，莫共管好无啦。啊！我要安怎？嘛唔免你管啦！甲恁讲话哦，我气性落命。哼！哎，够啦！初辈啊，即摆逼英弟爱嫁予家明，这代志严重啊啦！我看你啊，赶紧去找英弟啊！啊，要安怎做哦？家己啊，赶紧做决定。三伯唔只咱是好朋友呢，啊！知你平常时伫咧厝的，拢有饮茶习惯，啊，家己带来食啥物拢无，我唔只泡茶来饮。对，哎呦，讲到茶米，我咧讲哦，我咧阮家哦，拢饮了一斤两万四的茶米呢，迄茶米足好个哦，啊，我硬足捧捧哦，送茶米来食，安尼我要食时就有啊。干臭屁！啊，你食时拢唔爱转去啊？我是安那要搬转来做厝食。我的目的就是要逼英弟啊，我嫁予家明啊，哎呦，还袂嫁，我哪哪可能这么得意哎？啊，你敢袂用卖安尼逼英弟啊？哎，歹势用，我无问你好啊。譬如讲哦，你这嘛是我这个岁啊啦，啊，你这祖家佫死唔嫁啦，吼，啊，你是不是会跟我同款用这方法逼恁祖家赶紧嫁啊？哈？袂，强逼的婚姻哦是袂美满的。什么叫做强逼的啦？那这林家明我看就清楚啦，我英弟若嫁伊哦，伊绝对会佮惜命命。你足奇怪呢，啊！要嫁人是英弟，也毋是你啊！你若影响你家己选择，就影响到你查某囝未来幸福。
搁再讲，我今仔嘛去问英弟啊，看伊对嘉明看法安怎？啊，结果英弟哪个？伊讲，伊感觉伊甲嘉明感情需要搁再培养一段时间，希望你卖搁用这种手段甲逼啊。一段时间，我袂有等啊嘞。哎，你也知影嘞，我两个查某囝嘞，一个即摆在新加坡酒馆嘞，啊，另外一个要说死唔嫁嘞。我要做老爸，我当然嘛有责任要替阮查某囝找一个较好的翁婿，对无？莫讲啥嘞，即摆是阮族阿弟哦，伊嘛讲我会同意我安尼做嘞。讲到阮族啊，舅啊，拢你来害我受着阮舅啊！啊，是你家提起，我也无提起啊。我插你耶，受着出事啊嘞！舅啊，你若要安怎死？你若要安怎死？有你当替我分担一点代志，我就受你，我就艰苦耶！你要怎么躲啊？神经病嘞你！你给我管了！你把你弄！大红，你若有迄个意思，希望讲恁初辈一来，会当搬当个新厝啊，甲英弟个团圆，应该嘛着我你本人去初辈个旧厝遐甲搬请当才对。有顺大呀！啊，你嘛知影讲初辈啊，出马看到家红是马拍马子啊，家红他会敢讲去面对初辈啊？啊，搭家红个生一丛遮尔大丛啦，啊，搭初辈老岁仔人呢，对无？嗯，初辈要对安怎，你敢袂晓反抗哟？阿狗啊，人即摆是咧超正经代志，拜托你莫在听茶天花都好无啦？你想我嘛是咧讲正经代志，敢无影哟？你啊最近咱水底寮发生遮尔一个代志，拢嘛是初辈抓出来。啊，初辈这人两个，伊竟然敢唔听着，咱只有讲硬啊。好啊，啊无你若遐尼敖吼，你即摆去初辈旧厝遐，甲初辈包包起来，甲捆捆绑绑的，怎甲掠顶等下新厝遐？哟，你啥？你无讲我无想着。阿妈，家红啊，行，咱来旧厝哦。干脆初辈也等下新厝呀，行。阿狗，啊我惊讲你阁真正要安尼做。哦，你啥？初辈这种人你无讲硬袂用的啦，啊无初辈因靠啥代志哦？我看你一世人都袂煞。存大呀！啊，他初辈的个性你都上了解啦。你处理的代志处理的那济啊啦，每一届都安尼圆满解决啦。我看哦，这摆嘛是你来出面，啊，若无代志袂煞哦。啊，人咧讲清官难断家务事啦。我昨暝已经叫初辈啊犯规，犯到惊着，变阿无，我会再来找来海都里边面。阿伯，虽然讲这摊代志哦。只是杰儿要答应，伫个我阿兄遐尔啊单纯，但我知影杰儿伊安尼做，拢是因我引起。哦哦，嘉宏啊，我也就是要听你这句话啦。阿奶，你今麦老实讲出来啊。阿狗，我拜托你莫拍断高白好。嘉宏，你讲这个代志是你引起的，啊无你讲看卖。那错过杰儿，伊就误会讲阿强是我哩啊，而且伊佫误会讲哦，因公司的客户是我抢去的。伊才会希望讲哦，我甲英弟啊，因为断绝关系，所以伊才会逼英弟啊嫁我阿兄。伊上界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对英弟啊死心啦。爱你袂定这呢幸福，我无怨，感情债，永远嘛还袂